这个是啥？晚上好呀，谢谢毛瑞的奶茶。对，是沙发。Hello，晚上好呀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这是我的睡衣，这个是我的睡衣。对，因为我没有好看的衣服，所以我就穿睡衣播吧。晚上好呀。感觉我眼睛有点看不太清楚，还是近视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嘿嘿，没有，就是新发型，就是剪短了一点，对，然后别的就没有区别。嘿，今天看起来有点幼，我怎么觉得今天看起来好幼啊？有没有觉得，就是？是我衣服的原因吗？衣服加发型的原因吗？我觉得看起来好幼啊，就是感觉跟我的年龄不太符合。哎呀，妆容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妆容我就化特别简单的妆，看我就画了一个眼影，然后特别简单。谢谢地图的表情的虎娃娃，谢谢阿难的皇冠，嘿嘿，谢谢，谢谢皇冠。JNR 啊，JNR 在口袋直播吗？这样吗？谢谢。要是能一直在一起就好了的拜年。哎嘿，啊，这个是大王拜年吗？好可爱，小朋友啊，小朋友啊。好不习惯呀，这个发型，我感觉有点看不习惯，对，好奇怪啊，好奇怪呀，天呐！直播点歌啊？什么是点歌？我化妆了，化妆了，看不出来吗？看我化了，这样能看见了吗？就是化了一个很淡的妆，然后眼睛画了一层很淡的眼影，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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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淡妆，晚上好，晚上好呀！儿童妆，就是我很久没有化这种淡妆了，真的。我以前就是上公演就会化浓妆嘛，然后对，平时的话感觉也不会怎么化妆，淡妆显幼。我是觉得我习惯性化浓妆了，然后就不太习惯化这种淡妆，然后很久没有扎过这么幼的双马尾了。说实话，就是我感觉我好像扎高双会扎的比较多，然后我扎这种双马尾已经很久没扎过了。天呐，太奇怪了！天呐，好幼啊，好不习惯啊！想用冰激凌拐走我，拐不走的，我现在可聪明了。上公演不能化这种妆，不能化这种妆，我记得我刚出道的时候就差不多是这种妆，然后就镜头前完全看不出来，然后 staff 就跟我说让我改妆容，因为完全看不出来。蝴蝶结发饰是吧？就很可爱，因为我实在没有别的发饰了，然后就拿了一个蝴蝶结加上去了。你们能看出来我的脸是肿的吗？就是我现在还是肿的。然后的我依然是左边脸大，右边脸小，然后肿的时候也是这边脸大，这边脸小，无语了。是肿的，可能是我开了瘦脸，然后就没有那么明显。但其实我照镜子的时候它是很肿的，对，就是我吃了辣之后它就肿起来了。什么？未成年？不像未成年啊，可能是衣服的原因看起来比较幼。谢谢大发的虎娃娃。点歌怎么说啊？其实我还没有看那个点歌，对，我还没有看这个东西是什么。不要关瘦脸，不要瘦脸是我的那个什么来着？一开瘦脸我的脸就变小了，我才不要关。今天嘛，今天很幼是吗？大光明吗？
下次可能还是要刘海，大光明的话等之后吧，等我之后跳成熟的舞再说吧。谢谢谢谢蛋饺饭的红包，苹果要更新，我好像已经更新了，不是素颜，我化了妆的，化了妆的。今天看起来像最幼的小朋友吗？我看一下瘦脸，如果关了的话是什么样子的？我瘦脸开了11%，如果关的话就很肿，看，能看出来吗？我已经关掉了，看到了吗？关掉了，就是我是一个方脸肿成圆脸的一个状态。是吧是吧，点歌最低480鸡腿这个样子吗？看不出来吗？能看出来的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嘿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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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搓手手，搓手手。我带了2套睡衣，好像都是这种颜色的，一套是这个黄色的，然后它是一个分体的睡衣，然后还有一套睡衣是一个连体的。谢谢蛋饺饭的玫瑰花，点歌我这边应该已经更新过了，但是你们可能要更新一下，嘿嘿，怎么今天都在夸我可爱呀？好奇怪呀！你们以前都没有夸我可爱，真的，你们以前都不夸我可爱，今天就疯狂夸我可爱，是不是因为太久没有见到我了？谢谢安梦小雷的虎娃娃，不过这空调真的贼暖和，特别暖和。真的，你们以前都不夸我，你们都不夸我。谢谢孟小茶的，我看不到这个。谢谢你的金吊坠。前阵子没有化可爱妆，这样吗？不过确实很久没有见到我。平时夸了没有？平时没有夸我，对，没有夸我。可能是低霜比较显幼，也可能是我剪了头发，然后就会显幼一点，毕竟我原来头发这么长，看我原来头发这么长，然后现在剪短了就会显得可爱一点。那如果扎高了，是不是就这样？看，快看，怎么会这个样子？快看，就是如果把它放到这里的话，对，好奇怪。救命！好可怕，那个表情包。刘海，哎，你不要吐槽刘海了。我刚才尝试夹了一下，但是它夹不了，就是太短了，给我剪的太短了，没有办法夹。突然就变幼了，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我现在的风格，我觉得太幼了，就是，感觉我在装嫩。今天看着怪，我觉得是因为我的脸肿了，所以看起来会怪怪的。我觉得今天好肿啊，贼肿，就是一个蛋，好奇怪。我觉得我好久没有直播，然后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，我都好久没有在手机里看到我自己了。哎呀，刘海是 Tony 老师给我剪的，什么借岗？什么你借岗了？什么我不许借岗？啊，好意外，是为什么呀？风格原因吗？是风格原因吗？还是什么？晚上好，晚上好。这样的心，不敢岗，什么鬼？什么叫不敢岗？你让我想到了我刚出道的时候，刚出道的时候有粉丝跟我讲，就是怎么就想借岗了？怎么回事啊？生气了。我不是小孩子，真的是我刚出道的时候就有粉丝跟我说，感觉看杨雨欣好有罪恶感呀，就是总觉得是在看小孩子，明明不是哦，不是哦，没有公演，什么叫 YX 的女儿？什么鬼？好罪恶，打咩？哎呀！就是好不容易又一次，你看你们真的是不开心了，不开心了。
肯定是因为太久没有见到我了。谢谢《向天空飞翔》里的巧克力。我能说我刚才其实就困了吗？然后我戴上我的美瞳之后就更困了。然后，但是我想了想，我今天要直播，对，我要直播，对，然后我就强撑着，对，化了个妆，好直播。什么呀？什么呀？我看不到这个。不开车，不开车，不开车。谢谢萝卜饺子的虎娃娃。哎呀，为什么不早点播？就怎么说呢？对，就拖到这个时候了。谢谢 B Dragon 的虎娃娃。啊，今天造型不能开车，今天不能开车。对，今天造型开车就有点太奇怪了。什么？看起来太幼了吗？那要不把这个摘了吧？摘了会不会好一点？摘了会不会好点？这样呢？这样能看出来我很肿了吧？就是，我感觉我现在整个人都很肿，对吧？就是很明显，所以我一定要把头发扎起来，头发扎起来就会那个一点。完蛋了，我还是扎起来吧，我还是扎起来吧。扎起来就会显得我脸小一点，这个样子。要不我这样吧，我挡着我的脸。嗯，对，我没有开瘦脸，我没有开瘦脸，也可能是个角度问题。没关系，我们开到11:30好了。对，因为我把头发拆了，我现在这个样子很奇怪。对，我觉得很奇怪。怎么你们喜欢憔悴一点的？什么鬼？怎么就这样正常多了？怎么回事啊？晚上好，你们不喜欢叫什么来着？女孩子年龄大了之后都希望自己看起来显小一点，对吧？都希望把自己打扮得显嫩一点。你们怎么回事？我打扮得显嫩一点，你们就不爱了。拆掉是因为他们觉得我看起来太幼了，对，看起来像幼儿园的小朋友。嗯，谢谢 B Dragon 的虎娃娃。8岁，哪有那么夸张啊？真的是，有点生气了。那扎高一点呢？嗯，但是我觉得扎高也很奇怪。算了，不扎了，就这样吧。就这样吧。好久没有看到我，确实很久没有看到我。骗你是女儿系列是什么鬼？刘海我不知道哎，就是我这个刘海，我现在有点没有办法拯救它。你们看这个长度，我就没有办法拯救它，它实在是有点太短了，根本就没有办法，就是卷它。我刚才卷了之后，它就变成这样的刘海了，看，它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，对，很奇怪。我就把它沾了一点水，又吹回去了。谢谢元绿的红包。什么呀，本来就可爱。哎呀，其实我觉得如果有一个女儿的话，怎么说呢，就是你需要操心的事儿就太多了，不开心呢，虽然她很可爱。谢谢 B Dragon 的虎娃娃，谢谢你的3个虎娃娃。好像初中生。哎呦，不想看起来很幼了。你看，我要是看起来很幼，你们又说看着不习惯。点歌今天不能点哟，今天不能点。啊哈哈，其实怎么说呢？就是我感觉你们就算点歌，我大部分的歌可能都不会唱。嗯，就，是吧？爱情买卖，笑死了。距离新宝座姐姐已经过去蛮久，我记得我上一次公演的时候，上一次还是上上一次，哦对，上一次还是拒绝指教，对吧？就是很酷。然后再上上一次是圈套吗还是什么，就是很
对吧？很性感，很性感。对，现在今天就是很幼，今天很幼。哦，预言啊，那应该是再之前，再之前。谢谢小灰的虎虎生风，今天就不叫姐姐了吗？有点奇怪，你们很奇怪。手势不是这样吗？这个手势吗？就是，圈套有个动作是这个手势对吧？今天是妈妈什么鬼？晚上好。但是我觉得把拆掉之后就没有那么可爱了，要不我们把它装回去吧。等一下，我把这个调一下亮度，已经是最亮。这样呢？我估计扎不太回来，因为我照着这个不是很会扎头发。这样有点怪怪的。谢谢木小茶的50，谢谢。而且两边好像不一样多头发。没关系的，我跟你说，这样扎回来不会很幼的，真的，不会很幼的，相信我。看，是不是没有刚才幼？刚才我觉得就是错觉，对。谢谢一桃一叶的荧光棒，50有特效啊，有特效，刚刚不是过了吗？你看，没有很幼，没有很幼，是刚才可能是错觉，对，刚刚可能是错觉。这样就好，这样正常多了，是吧？现在好一点，现在没有那么幼了。嗯，刚刚是错觉，嘿嘿。有点看不清楚，我觉得我眼睛度数又加深了。我现在戴着400多度的美瞳，然后还是有点看不清楚。看不清楚弹幕，看不清楚弹幕。我现在离得好近，我跟手机就离得这么近。你们看，这么近我都看不清楚弹幕。下巴不是痣，这是痘。这里长了一个痘，这里长了一个痘，但这边痘是那种红肿的痘痘，然后遮瑕遮住了，看不出来。这边就不行，这边就很明显。眼睛干这样吗？可是我刚戴的呀，我刚戴的那个美瞳，刚戴上去的。哎呀，晚上好呀，晚上好。我们再播一会儿哦。对，因为今天没有准备内容，我今天就是很随心的跟大家聊聊天。对，因为我感觉我很久没有见到大家了，对，很久都没有跟你们聊天了。如果困的话，有可能。对，终于有窗户了，我终于换酒店了，同志们，我终于换了有那个什么窗户的地方。对，我终于换地方了。我怎么能告诉你们我住哪儿啊？真的是，这个跟那个价格差不多。一个人住还好，其实怎么就小气了？肯定不能在家，我回不去家。我倒是想回去，我倒是想回去。对，这个离市区更近，倒是不大。这个屋子，什么梦里在你家，什么鬼？真可怕。民宿确实是比较便宜一点，对，民宿是比较便宜，但我觉得民宿就是卫生条件可能不太好吧。嗯，就是有一些。不扫射，对，我还在上海呀，还在上海，家条件还可以，家条件还可以的，嗯，反正就是我肯定是在预算之内挑了一家还可以的，对，安心安心，能看到光，没关系的，我跟你们讲，它就算有那个什么。就是有窗户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肯定是要把窗帘拉住的。
对吧？我肯定是要把窗帘拉住的。窗帘拉住的话，对吧？就是那个，就算早上的太阳升起来了，我也是看不到太阳的。没关系的，我照样可以睡到中午，对吧？是不是很棒？嗯，我照样可以睡到自然醒。微波炉好像没有哎，好像没有。哎呀，肥肥不是出去玩了吗？有一点点缝嘛，但是我觉得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想把它全部都拉住，这样的话就是会比较有安全感。如果漏一点缝，我就会觉得有点危险。如果没有窗户，不漏就不漏了，但是有窗户，然后我就会觉得有一点点，嗯，就没有什么安全感。退房那天肯定不会睡到中午，毕竟如果让我多掏钱的话，我肯定会定，就算定20个闹钟，我也会起床的，放心，放心。什么升格 YX8 是什么鬼啊？什么鬼？哎呀，这样怎么又觉得这个双马尾看起来也很奇怪？我下次打算尝试一下这样的发型，就是我觉得我扎起来会好看一点。对，可以搞一个，就是编一个麻花辫，或者是编个麻花辫之后，再把它放在这里，应该会还挺可爱的。哎，真的，看有没有那种，就是成员他们经常拍那种写真，对吧？什么？啊，刚出生我还差什么鬼？是吧？就很可爱，真的，我觉得短发会可爱一点。我跟你们讲，就是 Tony 老师给我剪头发的时候。我有一瞬间，我想剪短发，就是这么短的头发，到这里的头发，因为我发现我剪短发可能也很可爱，对，然后我就，真的，我一瞬间，我差一点就跟 Tony 老师讲，你给我剪短发吧。但我想了想，我要是突然剪短发，然后突然短发出现在你们的面前，可能你们会被吓到。尝试更幼的人，什么助理借岗，什么鬼？对，那就没有办法，双马尾。就是这么短，大概，其实也没有很短，也被 Tony 老师暗算了嘛。这样，谢谢 V Dragon 的荧光棒，暗算了可还行？不会啊，不丑就不会哭啊，对吧？而且如果说你想搞回长发的话，就接发。怎么什么这个年龄什么鬼？头发短，有可能是因为头发短了，所以显得幼一点，也可能是角度问题。你没有想过，就是它这个角度是有一点点，就是俯拍的那个角度，所以会显得幼一点。对，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，可能就不会那么幼，更像30岁。没有，你还年轻。对，双马尾是很乖，我已经很久没有扎过这个样子的双马尾了，是很久没有扎过这样的双马尾了。嗨，Hello，Hello，长安，哎呀，好久不见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长安了。这样的 LHR 你还爱吗？他没有爱过我，他就没有爱过我，我跟你讲。等你回来恰火锅，好呀，好呀。对吧？他就是没有爱过我，这个无情的女人，他就没有爱过我。哼，嘤嘤嘤，难过了，难过的抱住我自己，对，难过的抱住胖胖的自己。谢谢椒盐炒饭的巧克力。哎呀，锅盖刘海。哎呀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这不是那个啥托尼老师剪的吗？也不是我自己剪的。哎呀，暗恋我是什么鬼？不，我应该这样想，这样想可能就是因为他爱我，所以他才会说他不爱我。对，就是因为太爱我了，所以才会说没有爱过我，就是为了让我在乎他。对。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，对，可能是那个女人说女人的话就是反话，对吧？女人喜欢说反话，
这就是真相吧？可能我也不太清楚呢。谢谢一条一夜的红包，托尼老师。其实他剪完的时候，我觉得挺好看的，但是我自己打理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像狗啃刘海。对，但是他已经没救了，他太短了。漂亮女人会骗人，对，长安是漂亮女人，所以他骗我。他说他不爱我，那肯定是爱我。年夜饭吗？哎呀，其实也还好啦。你说你爱过，所以其实没有爱过。那不一定。你说话，感觉是真的。什么呀？我没有看到这个。前面说像狗啃，不像狗啃的。什么啃的不错，可爱型，是挺可爱的。但是说实话，这个有点不太齐。而且这个，算了，我们把它往下压一压，就凑合让它平了好了。爱情吧，哎呀，出奇制胜，嗨，不行，我看不下去，我怎么觉得看起来这么幼啊？天哪，我人傻了。什么？你说了啥了？被无视了？不是我自己捡的，谢谢凤哥10个荧光棒。对，我自己也觉得好奇怪啊！哎呀，你们也傻了，就是有点不习惯。对，因为我感觉我好不容易从就是很幼的小朋友，然后进化成一个成熟的大姐姐，然后突然就不要纠结，最煎熬的一次直播，什么鬼啊？笑起来真好看，我只记得那个小朋友唱的那个版本。理发后变成萝莉，学妹的烧牛像，我觉得有可能真的是发型的问题。对，有可能真的是发型的问题，因为我之前的发型就是比较成熟一点嘛。对，就算我双马尾也是扎的那种高的卷的，很精神的那种双马尾，对吧？是我生性可爱型。跳三角函数背书包的两首歌，哎呀，但是也没有机会跳三角函数。一个春节长不回来头发吗？肯定长不回来了，没有关系，我上公演肯定就是披发了，对，或者是卷发之类的，就算双马尾也会扎高的，或者是扎到这里的双马尾，或者是到这里的双马尾，好像那个妈妈在打我一次，精神小妹妆。没关系，我上公演肯定是会化很成熟的妆的，放心，上公演会化很浓的妆的。自己看自己的眼神有一丢丢不对劲，是因为我不习惯现在的我自己，我觉得有点，就是我已经太久没有在手机里看到我自己了。我是属于那种自己不会对镜自拍的人，就是平时我不化妆的话是不会自拍的人。下端很齐，有可能，还是圆脸。什么鬼呀、啊？对自己心动，我没有，我喜欢姐姐。镜子也很少照，主要是我现在照镜子看到的是一个很肿的我。对，就是没有想到直播开了瘦脸是这个样子的。对啊，之前我是，我姐姐很棒吗？就是御姐呀什么的就很棒啊。有谁不喜欢姐姐呢？对吧？姐姐是食物链的顶，有谁不喜欢姐姐呢？哎呀，不要想多，不要想多。庆姐不是姐姐，12号应该是在的。对，就是没有其他情况，我是在的，因为我感觉好久都没有上公演了。得看多姐，就怎么说呢？这也不能举例呀。反正我不像姐姐，我现在这个发型不像姐姐，艾丽不像姐姐，哪有姐姐像她那样的呀？不正经，哪有不正经的姐姐呀？我喜欢那种成熟稳重，但是又可以很性感的姐姐，对，就是浑身散发出女人气息的姐姐。对，我就喜欢那种姐姐。晚上好，可能就是自己缺什么，就会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。
对吧？对吧？就是那种姐姐。哎，朱姐是很棒啊，就是猪猪真的很棒啊！天哪，不行，还是看不习惯。我们开到45吧，我的手机正好也快没电了，马上就没电了。哎呀，什么 Kona 是挺姐的，什么瑶瑶前辈也挺，确实也挺姐姐的。没有，我要关了之后去卸妆，然后把我的眼镜摘掉，有点干，有点干。下铺找姐姐，什么鬼？下个解锁节点是12点，不会啦，不会不会，一会儿就关了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我们队的性感姐姐，我们队性感姐姐挺多的，我觉得我们队好多人都可以当性感姐姐。我来查去找姐姐，不要小玉圆，谁说的？谢谢巴雷特的奶茶，我可以带着小玉圆去找姐姐，对，就带着你们去找姐姐，是不是很棒？我真的什么都看不清楚，我现在客串一下性感的，怎么自闭了？怎么自闭了呢？怎么就自闭了呢？是因为我太可爱了吗？就是把你可爱到自闭了吗？那倒也不必，就是让你自闭是我的错，但是呢，那我也不想这么可爱呀，对吧？没有办法，人家就是这个样子呀。怎么回事？发出了鸭子嘎嘎嘎的叫声。嗨呀，可爱到了，真是很抱歉呢，让您困惑了，真是很抱歉呢。哎呀，我什么都没有讲，什么都没有讲呢。什么时候下？怎么就是现在就催我下了是吗？很久都没有见到我，然后就不想见我了是吗？是不是爱上了别的女孩子？说是不是？谢谢 B-Dragon 的荧光棒。啊，什么？把胃腾空去年反胃药，对，可以为所欲为，是这样的。什么有被我油到？我油吗？过分了，过分了，不油。什么鬼啊？真的是啊，哼。这才哦，好吧，月末，比我姐的你都爱。可是你不是喜欢可爱的女孩子？你不是说你不喜欢姐姐吗？口是心非的女人，对，女人就爱说反话。我跟你讲。对，这是我们抓到一个典型，我们直播间里抓到一个典型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女人爱说反话。对，哎呀，就会显得很油，我不油，过分了。你之前可是，我觉得人家也很爱扎双马尾啊。反正我见到他的时候，我感觉他都在扎双马尾。对，爱扎双马尾的姐姐。好的，一会儿吧。等我先卸了妆，整理好东西。好啦好啦，那我关了。什么？我的话呢？我的话，我觉得就是随机应变，对，随机应变，对。毕竟女人的心是善变的，是吧？女人的心很善变，就是也许她现在是这么想的，一会儿她就不是这么想了。所以呢，女孩子的话呢，就是，对吧？就看情况，对，看情况。好啦，拜拜。晚饭吃了，拜拜。